壬寅年最後一次查博士君，同大家見面，首先就恭祝大家就來年咧身體健康啊，事事如意。係啊，虎年過去啦，虎虎聲，兔年成年都虎，係啊，嚇，好啊，新天啊，咁啊，今日咧就好高興阿博士喺度啦。咁啊，首先要多謝阿博士先啦。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呢、這個梁錦祥嘅YouTube 嘅頻道咧，全阿博士即係我哋都請咗喺做節目之後咧。不過收聽率正正日常，我呢個緣分嚟嘅，呢、這個我亦都需要一個好嘅對手，同我做一啲社會工作。係啊，呢個係因為世界太多盲點啦。我亦都等好多年輕人咧，就算去到英國，佢哋做乜知又唔知。就算有啲人走出去，自己都唔知為咩事咧，又唔知。因為太混亂啦個世界，咁你即係希望啲人咧，你搞掂自己個家庭。不要被父母牽掛，一被父母牽掛自己的福氣會沒有，那個孝道來的，真的很多人忘記了，為什麼有些人說怎樣守福呢？你一令到父母擔心就是沒有福的，是因為說笑，所以是不是以前聽人說父母在不遠遊？沒錯沒錯，這個是很少人知道這一類的學問，稍後我就給阿曾子和阿媽在2000多年前呢，已經有我們那個 WhatsApp 的手機了，一咬手指就由在通訊來那通訊拍出來，或者給你鋪上去。好好啊，今天呢我們當然有很多時事的話題，有一些佛學的觀眾的疑問博士回答，但我想第一樣東西我就想從個人出發，一之前咧就我就去咗東京啦，係啊，咁咪係我人生第一次去呢個日本啦。咁呢個就唔係啩？你第一次日本？我唔係好近去日本。日本係我地頭嚟嘅，我1970年代初喺日本做二手嘅機械進口香港，喺馬場嗰陣時。所以嗰陣時我係同 BCB 船做生意。三菱老闆我好尊重嘅，係好厲害嘅人物。那400多万員工當年，你是看不到的，即是看不到這個人有一種的，他真的是鐵包金文化，很深奧的學問，一些囂氣都沒有，三名重工。咁我喺東京時候咁，即係當然好，即係冇關大鄉嚟啦，就即係日本嘅服務係好 user friendly 嘅，這個真係特骨啦。冇，我係走寶喎。日本按摩係一級㗎。哦 ，OK。係啊，有啲靚女好靚。咁啊，因為我主要去咧就好貴，梗係哦。我係反而覺得原來我去完之後，我覺得感覺就係咧，香港啲嘢好貴咯。香港啲嘢好貴。而家日本嘅普通消費平，平過香港。但係講我啲煙花地咧係好貴。哦 ，OK。係套票。兩個唔同。嗰啲有錢人去。係啊，咁我冇錢喎。特別嗰啲藝伎丁丁茶茶嗰啲，食餐飯起碼都10000多美金。係啊，我有聽過。好差嘅。好鬼貴。咁當然呢個唔係我去嘅，普通人我亦都冇呢個能力啦。咁但係想請教博士咧，就日本呢個地方咧，喺亞洲區其實都好特別。它是源自於明治維新之後瞓醒的嘛，咁佢第一就拿了荷蘭做師傅，蘭學，跟住咧就拍埋英國，所以佢最近首相同英國又簽張軍事協定，係啊，實際佢120年前已經簽咗噶嘛，係要嚟頂呢個俄羅斯噶嘛，記唔記得？記得。咁但係佢哋呢個民族咧好古怪嘅，你喺度住20年。你都不會明白日本的文化，他東南西北中都不同，跟住他是沒有首都的，現在都未有首都的，日本歷來沒有首都的，那他怎樣定個首都呢？你個天王去到哪裡治呢？就是他的首都了，是啊，好了，那他有一個歷史上的缺陷呢，他們大家都不知道，他又給我們中國人害一板，又俾我的祖師一樣學一版，阿伯伯，唔係，一行一行哦，一行禅師，唐朝嘅一行禅師，國師啊嘛，我祖師，咁啊點樣害咧？咁咪記得日本仔
嚟我哋中國取好多經嘅咧，又取中國文化噶嘛，咁你又中國人咧又抵死嘅，將我哋中國傳統認為衰嘢嘅禮儀咧就教佢做。我哋見到日本仔而家一做啲喜慶節，好似開喪咁嘅，知唔知啊？披麻戴孝嘅，啊咁啊點去嘅？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祖師當年唐朝咧，皇帝下咗個詔書，要佢做咗兩套假嘅風水書。在世界就要你被日本和韓國人偷的，就偷了那些假經那些風水經，當年那些陰天鑑等於現在美國、中國、俄羅斯那些航天部的打一閘，是啊，不是開玩笑，不讓見人的，國家機密來的，是啊，國家機密啊，所以變成我們祖師呢就奉了皇帝命做了兩本假風水經，所以現在你看到韓國佬整到那個青瓦台古靈精怪，現在這個總統醒了，因為我提過他早幾年，我說你任任總統都坐監的，我覺得不對，反石原因，我說日本仔就調來調去搞神功，現在去東京周圍京都佈了局的，為什麼他有個神功25年要拆冧一次，在隔離又再起過的，喐嚟喐去噶，就係、是、我祖師教嘅。即係呢個咧，就係俾冷門嘅知識。咁你話你究竟點解又會靈咧？呢個要舉一個例子，大家嚇。宇宙得一個，佢有種好多個維度空間嘅力。喺我哋古印度嘅原理，當你有人認為呢嚿石頭係神嘅話，你只要擺上個台度，有人裝香，有人當係神咁拜咧，佢就起作用。呢個咁嘅作用咧，等於我哋古代或者而家好多人屋企咧有擺定福做棍，貼張紙喺廚房嗰個啊。如果佢裝香嘅話咧，佢有特別嘅功能嘅。咁呢種功能喺民間唔知係咩力，所以就當係神啦。你明唔明先？好啦，喺某種環境之下咧，譬如話，我哋喺呢個足球科過法，我都要揾一個呢啲有人禮拜嘅物件，攞佢嗰種力咧，然後推走嗰個腫瘤去隔離嘅。咪啲力標嚟啊！因為佢喺度一路當佢係神啊嘛。當你認為嗰嚿石頭係神嘅話，佢係會變神噃。咁你聽過話橫石點頭嘅？係啊，嗱呢個咧又講到呢啲啦，呢啲比較係當趣味性，大家知道呢個常識，所以就唔好話冇時間追求落去一般人，除非你經過好深層嘅 meditation， 入到另外一個境界咧，你會睇到嘅時間咧，你就要有另外一個心態面對呢種現象。冥想啦，唔係你冥想，你究竟有咩方法行入嗰條路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網 search 啊 ，YouTube 郭兆明博士怪談嘅訪問喺有線做嘅。我嗰時我係公開，就叫所有嘅世界名家，我哋玩呢啲神神鬼鬼嘅人咧，好簡單嘅。我哋既然單你可以幫人捉鬼，又可以睇到有鬼先捉得噶，你睇唔到你點捉啊？如果你哋邊位 call 到只鬼出嚟咧，就通知我，我就同你安排，我同佢比武。到而家冇收過詔書啊！真噶，我公開挑戰噶，我公開挑戰好多嘢噶，年輕嗰陣時。呢個係一個比較，因為你講啊冇用噶嘛。我而家都有效噶。嗱，你 call 到只鬼出嚟，你咪約個時間咯。我因為我同過啲人去大埔墳場喺度點名啊嘛，嗰啲墳墓，佢話嗰度好晚鬼啊嘛，我又去挑戰嗰個神打館啦，喺觀塘，姓曾嘅喺觀塘，我呢度有兩條墳噶，但嗰度我做唔夠嘅，我出去俾人試刀嘅，因為有個人同我講咧。他是做雜差的，當差的，他又學神打，他說明哥，不知道真還是假的，那個肚兜都是槍打不穿，他幫忙看一下，我叫了幾個人上去是尖警人的，即不是鐵管研究，有個油雞仔呢，
又退埋去喺油雞檔嗰茶樓，咁上到去，咁我係想了解，哇！佢哋啲師兄弟嘅師傅，得啦，我揾個徒弟過法俾你，你哋都可以試刀嘅。我冇人敢出去，咪冇人敢出去衰嘅問題咯。呢條大巷突然間俾人炮陣，我試啦我。咁我試喎，諗住俾佢斬手啫嘛。啊！佢出到嚟唔得，要斬肚喎。咁我即刻通知有個兄弟叫一流嘅，係喺海防道開嗰啲酸枝鋪嘅。我喂嗱，你揸條鎖匙，因為我下個禮拜結婚啊嘛。我如果一斬入咧，你即刻車我去 QE， 我一定唔死得嘅，最多俾個醫生鬧到撲街嘅，知唔知啊？咁啊斬完咧。我係佢叫我望住個祖師爺，我梗要望啦。嗰陣時你喺個壇面前，你望邊度都要望噶嘛。我望住，但我一路諗住佢有乜嘢反應嘅。集中注嚟望嘅。咁佢斬完之後，佢仲揾緊刀劏上嚟啊。劏上嚟，我個心咧有少少怯啊。即係劏我。咁後屘我啲身邊啲朋友話俾我聽，佢會睇住佢劏嗰時咧，我退咗兩步。咁咧有幾條紅線，跟住嗰個。壇主啲徒弟咧，喂你哋翻去咧，嗱你唔好理佢啊，由佢自己散啊，唔好亂咁喐佢啊，自己唔好試啊。咁我就一路研究之後咧，就喺度揾翻喺印度啊、南美洲嗰啲三門神嗰啲走火坑啊啲術咧，嗰個一個念力嘅轉移嚟嘅，即係人體個腎上腺功能好厲害。你咪記得個腎上腺功能可以抬起架車救翻個仔噶嘛？就係嗰種力嚟嘅。就係嗰種力。咁呢個可以補充下嘅，因為頭先阿郭博士講過咧，我當年咧就都十零年前啦，都試過，因為我嘅師傅帶我嘅就我隻眼轉。咁亦都嗰位師傅叫我試一試啦，但係我諗下都係冇多做，我就睇過。唔係我唔係對佢冇信心啊，我真係試啊，唔係。佢啪啪個鏟刀劈落去個鏟粉落兩邊嘅，咁跟住佢試到，因為我啲師兄就全部都試曬啦嚇。咁啊呢個題外話啦，咁啊唔花大家時間喺日本嗰度啦。咁跟住想問阿博士啦，即係除咗日本之外咧，瑞士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國家。世界有啲國家特別嘅，一個日本，一個瑞士。因為瑞士咧，我自己都係佢哋嘅啲乸嚟嘅。而家你瑞士嘅山泉水世界上國際五星級。是我做港澳總代理的，是我的外公司名下一個小生意，是做了總代理的，所以瑞士很漂亮的泉水。瑞士大家不要說那麼遠了，你不要說普魯士打尼底那些不要說，一二次世界大戰他都能夠無事，光心無事，沒人搞他。那他成功在哪裡呢？還有他這麼多山區的地方，有咁多國家嘅語種喺度，有意大利，有德國、法國噶嘛？四個，仲有第四個，仲有佢自己嘅本身嘅名場啊！咁啊，點解又可以能夠咁成功咧？點解啲人唔敢打佢咧？德國想打佢嘅喎，後屘研究過之後打唔到，因為全民皆兵，一打嗰啲山區嘅遊擊戰咧，你唔熟路嗰個形勢咧，你真係冇得打嘅。所以他們就沒打，還有最重要呢，因為很多國家明暗的錢都放在那裡，隨時銀行放在那裡，你一搞他差不多連自己都會搞埋，你明白嗎？自己都有錢放在那裡，所以他夠膽現在 去警告中國的，日本打台灣打台灣之後，他都放在錢裡全部沒有了。他不用說，他只是公佈你現在中國的這些官員在瑞銀行有多少戶口，有多少錢。我曾經是他們的人客來的，瑞銀啊，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咁大家啲人咧就以為瑞銀唔係話不記名嘅，不記名咁你點樣攞錢咧？佢哋嘅設計咧係好巧妙嘅，即係你個密碼，即係你個密碼兑現啊！嗰時佢哋有套呢個，我又唔公開講啦，即係啲人哋需要秘密。到你開户口咧，你啊原來咁樣用法㗎，嗰啲密碼係另類一套嚟嘅，係好安全嘅喎。即係你係諗唔到可以咁樣用。好啦，但最重要瑞士。一個咁冇資源嘅地方，點解佢嗰個世界咁厲害咧？佢哋一個觀念，佢嘅觀念咧係好獨特嘅。既然間佢係環境逼出嚟嘅，既然間我哋冇資源，我只能夠
想辦法將你其他國家做一架汽車的資源，你做一架汽車起碼都成千幾磅噶嘛的材料啊，有輪胎啊，有鋼鐵又成，係咪啊？好多原料都成千幾磅重啦。好啦，我點樣用你呢架車的資源呢？是用一磅重的資源咧，做到千幾磅嘅價值嘅世界。佢從呢個角度去研究，所以佢嗱，我做啲標，佢用的資源好少啫嘛。咁你又做標，佢做標啫嘛。佢係研究到咧，我用咁少嘅地球嘅資源，可以賣到嘅價錢貴過你架車喎。嚇！啱唔啱先啊，台長？所以他才能夠生存，所以他做的事情很精品的，很尖端的，特別當然他是根本知道人是會追求健康，會追求藥的，所以他是很早研究人體的羊胎素，很多人，我們香港很多有錢公務員都去打的嘛，幾十年已經有的了，不是現在有的了，所以他是大前的。好，到近這十年呢，他就再做那個生物場的科技，又是大前的，所以他們的觀念，所以到後期在兩年前瑞士公投，即是說政府每年給三萬多，一個月給三萬，差不多三萬多港幣一個公民，那些人都否決了那個權，不需要的，我們瑞士人不需要，他們很有禮貌，因為當年我代表我國家送的禮物俾香港啲領事館，因為佢哋國慶啊嘛，俾其他國家國慶，我作為駐港領事，我都要送啲禮物俾人啦，代表我送啲蒙古嘅禮物。好多國家冇福利嘅，瑞士有福，福嗰封信咧好有禮物。紐西蘭有福，即係你睇到佢哋嗰國家嘅文化，即係待人接物啦，有一種尊重。咁咪我自己睇瑞士出入世界嗰邊咧，個感覺就係啲嘢好貴啦。咁啊，但係佢生活相對優質嘅嚇。我當然優質啦，好優質嚇。最貴揚州炒飯，唔係講笑啊！啊，你喺瑞士最貴食揚州炒飯啊！我中過招噶。點解？而家我講嘅廿幾年前都中過招啦，三百幾蚊嚟講啲。係啊，好鬼貴喎！個貴到真係啊！揚州炒飯。但係咧，就有一兩餐我到依家都懷念，就係嗰個打蛋扒，即係生蠔啊，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好味。我有個研究室，有個研究所的，我有參與工作，但佢唔俾我行入去嘅嗰個研究室，即係我喺外邊睇嘅。入邊嗰扎科學家咧，我哋都唔俾入，係好保密。啊，頭先博士講啦，即係無論我哋講日本或者瑞士咯，咁點解中國又做唔到同樣嘅嘢咧？中國嗰個朝代太遠。同埋中國人有一樣嘅缺點咧，係冇勇氣去否定自己，所以而家我哋嗱，我哋而家要諗翻講我哋啲人講話最近啊，鄭雁雄先生原本做國安委成員咧，而家做埋呢個中聯辦咧，咁一而家講一啲咧，就係你問到中國咧，就順帶講出嚟。我哋唔好講中國咁大，中國第一嘅大問題咧係家長食嘅事。譬如話個家長做錯咗嘢咧，永遠唔會對啲子孫咧 say sorry 嘅，唔會即刻話：哎，我錯咗，琴日冇嘅，冇呢個文化。佢唯有咧，聽日俾粒糖你食啊，唔出聲笑下，咁希望你知道。所以而家大家都係咁嘅，而家譬如搞錯咗，哎，大家忘記佢啦，點點啦，咁係嘛？佢唔會就有嗰個勇氣行出嚟。哎，我哋之前嘅決策錯咗，而家咧要糾正。冇呢 part 嘅喎，真係冇啊！呢個冇慚愧文化噶嘛，係發自內心真誠嘅。因為你有勇氣去面對嗰個錯誤咧，你先能夠有勇氣去解決啊嘛，你先會進步。冇啊！所以你就而家你嗰啲公司投資錯誤啊，個老豆搞錯咗啲嘢。他最多不聲的嘛，兩公婆嗌交都係有，有一個之後發覺他自己不啱，他不會同你認錯噶嘛。老公同老婆都冇呢個文化噶，冇say sorry噶，真係冇噶，好甚少甚少嘅。好啦，你延伸到講香港，而家我哋係大家香港同胞咧，應該點解你話鄭先生上場做中聯辦，我哋覺得係好事咧？佢政治上立場，佢採取行動。他是身不由己的，之前做任何工作，而
是他佢嘅個人意見嚟噶嘛，佢都係執行人嚟噶嘛，係咪啊？就李家超都係泊車仔嚟嘅嘛，兩個都係大泊車仔，啊，等於你坐落捉棋啦，嗰盤棋究竟行邊步咧，唔係你話事噶嘛。等以前香港 A.O. 政務官，佢以為自己叻啦，實際大鑊噶嘛。是英國人叫你坐低捉棋，你捉唔起，捉咗幾十年，你起身當自己識捉棋，仲仆街啊？係啊，係啊，係嘛？呢個咧就係等於油麻地廟街啲棋局啦，好多人唔知㗎個常識。喺油麻地廟街開檔擺棋局嘅人咧，十個著咗七八個唔識捉棋嘅，你哋唔知㗎，你當嗰啲係高手，完全唔係㗎。話嗰個棋局擺出嚟咧，係有人寫咗俾你。你記熟咗佢，梗係咁行嘅。都要劇本嚟咯。係啦，冇錯冇錯，好多人搞錯。我話邊啲識捉棋咧？你到油麻地廟街見到棋局，佢讓你雙馬，或者讓你單馬，或者讓你三先嗱，嗰個就識捉棋啦。如果冇呢個讓先啦，讓雙馬咧，嗰條友就唔識捉棋嘅。咁你又同你買個棋局翻嚟，就喺度開檔嘅，所以你唔使識捉棋嘅。你就記熟咗。係啦，冇錯冇錯。當年香港嘅政務官咧，就係呢啲咁嘅類似。但有啲人會捉捉黑，覺得自己以為識捉噶嘛？我呢個係林鄭妖王咪咯，林鄭妖王搞搞下咧，佢當自己識捉咧，佢都成功噶。呢個真係好難，係喺呢個香港歷史咧係一頁嚟噶。佢點樣咧？佢學咗我哋以前，你記得有個做大戲嘅袁麗珍啊，無頭東宮三太子啊，有套劇好聞名噶。係啊，睇過睇過啊，你睇過咩？睇過啊，狸貓換太子又睇過。佢做咗套咧，就無頭妖和湯金鵝。妖和湯金鵝啊，香港不嬲俾中國同埋啲領導人形容係生金蛋嘅鵝嚟噶嘛？香港啊，而家佢好嘢啦，我哋阿林鄭妖和整個無頭妖和湯金鵝。都是鵝色鵝，啊唔單單劏咗只香港嘅金鵝咁散咗，咁啊點解會散咧？就係、是、佢本身想邀功，亦都係俾人扇嘅。我根據我嘅情報翻嚟，佢係俾張曉明同張德江佢哋扇嘅，同埋有扎土共嘅分子咧，為咗邀功咧，就行呢個阻毒嘅路線。啊！例如懟冧佢，點搞殘佢，咁咪跪咗送曬班人啱翻大陸，咁咪整個陳家出嚟，佢自己係飛身托出嚟邀功，咁咪仲有一個秘密咧，就係、是、如果佢通過法例咧，係送個大禮俾我哋習近平先生咧作為生日嘅。哦，六月份就係習先生生日嗰個，你知唔知啊？佢同我當中爭日噶嘛，我最記得，所以我就記得。所以佢就係等佢送個大禮，點解咁急咧都要過咧？咁啊好啦，咁啊撞一板啦。好啊，但我哋呢 part 呢啲咁嘅瑣碎無謂嘢咧，歷史發生咗，佢自有報應。啊，而家啊灌溉滿京華，係嘛？妖王獨潮水啊，連政協集都以為有得分，咪陰謀。咁呢個妄且不表，就講翻一啲故事俾鄭雁雄中聯辦主任聽。他現在是兼任港版國安法委員會的顧問，現在就兼中聯辦主任，大家不要搞錯，他不是國安處，國安處是香港政府類似以前的政治部的，他之上有國家安全委員會是香港的，就是特首做回主任，但鄭雁雄現在是顧問的。好了，怎樣講給鄭雁雄先生同埋啊，李家超特首聽咧，我有資格講，一個五代香港人，唔係半路嚟香港嘅，好難得噶呢個，我哋嗰啲全部啊，早幾代都係走難落嚟噶嘛。唔係，我五代香港人，變咗由你英國人嚟香港，因為喺中國同埋香港人或者一般人一講到香港呢個歷史問題咧。就是負面的，英國佬搞掂戰爭霸咗個地方乜，佢唔計個前因後果，呢個冇所謂。即係話點解會有鴉片戰爭啊？點啊？佢哋唔講呢啲嘅，總之你咧就係恰我哋中國人，咁啊割讓咗個香港俾你點，就全部負面嘅。啊，而家我哋又變咗殖民地，呢啲洋鬼子冚唪唥都負面嘅。好啦，佢冇諗到香
香港的歷史，當年去簽那份阿律儀啊，簽呢份南京條約話同意割呢個港島的時間咧，翻去俾人鬧喺度撲街啊！係啊，你睇書又睇到喎，上網有有。你老母你即係胡扯咁嘅嘢嚟啊！冇撚作用嘅喎，起樓都唔得嘅喎。啊！你嗰啲山咧做唔入個石山嚟嘅喎，所以點解香港嘅土地全部填海咧？係啊，西洋菜街有填海。係啊，我哋港島區又有新田地，又剩閒萬填海嘅。係啊，我哋而家九龍西洋菜街都填翻嚟啦，開面啦，係咪啊？全部填海嘅，點解咧？佢閒萬石地，你話起樓咧撲街啦，打倉打到破產。點解而家嗰個佐敦站地鐵站搞到咁撚貴咧？打耐就係石，所以後嚟嗰啲超支又超支。所以維多利亞女王個 Barren Walk 㗎嘛，係啊，整嚿石，因為嗰陣時就港島啫，但係港島你諗下，行上中環以前都冇咁陳列，行上冇成個山太平山嚟㗎嘛，所以成嗰啲石花崗岩嚟嘅，係啊，你起唔起到樓嘅？啊，好啦，變咗佢一嚟到第一任鋪天閘，就接撚咗個命令，嚟撚咗香港，臨走以前，英國殖民地大臣話：靚仔。你自負盈虧啊！佢撲街啦呢個，屌你咩？嚟呢個咁嘅荒島自負盈虧喎！喂，屌你出糧噶嘛，大佬要維持秩序噶嘛？點撚樣搞啊？所以大家好撚多人忘記咗咧，佢由1861年，佢整咗幾樣條件好過人嘅，全部自由港，走私漏税咩錢黑市錢出出入入，同埋冇關稅冇成。所以當年香港開埠咧，有亞米尼亞人，有波斯人，有拜火教人。啊，呢、這個Modi 啊，有猶太人，摩地佬。係，即係摩地道嗰個老闆。最近之後，佢原來先知道香港有拜火教，喺呢個禮頓道101嗰度咪見到拜火教個嗱天小林林志格嗰個敦治嗰啲咧，都係醫院嚟啊嘛，嗰啲人啊嘛，巴士有印度人，係啊，係咪嗰時咪有巴基斯坦噶嘛？嗯，所有嗰啲中亞人啊、馬來西亞、雜賓楞嗰啲人咧，就百商雲集，一啲勞民殘民啊嘛，唔使宣傳嘅喎，因為佢嚟呢度咧，所有貨物喺度交流，冇關税，冇人管，冇人聲，總之搞掂。好啦，佢點解要咁樣做咧？如果佢一落嗰個關稅命令咧，以前香港漁港嚟噶嘛。你係製造好多走私路噶啦，你係收唔到税嘅。特別嗰啲漁船啊、貨船啊，我哋以前屋企啊運米噶嘛，我爺爺嗰度，霍英東又同我哋攞米嘅。我哋係世家嚟嘅香港，我早上咧就係差唔多從張寶仔嗰啲齊名咁齊。哇！收埋糖水啊，即係你經過我哋海域咧就係糖水。即係收埋路錢咯。係啊，你如果唔駁係政府船咧，我哋就唔收錢嘅。但後屘日本一打仗咧，我哋阿爺嗰代俾日本仔啲戰船咧就查沉咗我哋老豆先上岸啫嘛。好啦，當年佢就係如果一落關税咧，你啲人出去運貨出去攞魚翻嚟，點樣樣報啊？咁啊，咪有走私咯。你焗住走私㗎，咁你走私仲撲街。你冇因為你英國唔派人手俾你管過香港嘛？你點管啊？你話咩點管啊？冇得管嘅，所以咧就全部冇關税自由港。好啦，跟住咧就成立一啲銀號，俾鬼佬嚟放貴利。以前香港嗰大耳窿咧，就係嗰啲波斯教人做嘅，佢個耳環咧喺啲中環啊，周圍走嚟走去啊，俾啲人做生意要借錢啊，佢個耳環好大隻噶嘛。所以叫大耳窿，叫大耳窿啦。喂，嗰啲直情搞到哇，即係個耳珠都爆曬。個大耳窿咧就由嗰陣嘅中東佬咧，嗰啲中亞佬咧喺呢度形成嘅。好啦，咁佢最早未有銀行之前，佢點樣開放個自由港咧？第二步，除咗冇關税，自由港咧，你喺做買賣，但係做買賣。咁多國家喺度交收啊、交易啊啲貨物啊，我先俾你啊，啲先俾我啊，你咪成日現金交易噶嘛。有時有啲糾紛嘅話咧，英國人咧就話：我要設計一個法律嘅制規矩遊戲規則，佢同你做仲裁。好啦，你仲裁嗰時有啲外國人同英國人有糾紛喎，所以佢個精神唔可以幫英國人，佢就維持嗰個公正。
咁變咗試咗幾次之後咧，啲事跡哦打官司，對方係英國佬，我哋都贏佢喎，差，係嘛？咁啲人咪有信心嚟咯。原來嗰個遊戲規則係把持得好穩嘅，就嗰信任啊，唔係信用啊，信任你呢個地方嘅揸莊人嘅公正，冇偏幫到你英國人。一去到我法律嘅程序嗰陣時啊，我係贏到政府嘅。呢、这個就係嗰個精神啊嘛，可以民間告政府啊嘛，個英國人仲聰明喎，整幾單嘢出嚟，俾你民間教你告政府，自己辦私喎，你可以有賠錢喎。好啦，拉到啲食鴉片煙嘅咧，嚇、啊、你知我七十歲啊，哎呀，我哋好慚愧啊，你食鴉片煙都係我英國人教你食嘅，哎唔罰錢，仲喺製品商攞$100俾你走啦，咁你記唔記得呢啲事蹟啊？唔係，我哋唔係吹水喎，呢個係我哋有資格講，因為我五代香港人，成個歷史就係建基香港今時今日嗰個成功咧。佢第一就全面自由，啲人就嚟噶啦。跟住咧有一個遊戲規則，公正，英國人要把關公正，咁咧就冇偏單嘅。佢個製造到點樣公正呢？做啲遊戲咧，令到你告政府，政府輸，咁佢唔使大鑼大鼓噶，佢會傳出去噶嘛。哇！嗰單官司，你都政府輸喎咁。我早十幾年我都打官司贏政府啦，我嗰幅地係咪啊？點解我有信心？我知呢段歷史。只要你引用英國嘅普通法嘅精神嘅話咧，你一公正咧，我就同佢打嗰盤官司，我咪嗰幅地翻，剩翻幅地，我咪由嗰個 King Bell 變咗。所以起屋噶嘛，但係而家啲人唔敢打官司噶嘛，中國人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啊自己得閒就喺關帝度宣誓搞撚掂佢啦，你信我啦咁，屌你都咁撚樣噶嘛，佢咪用法律解決噶嘛，但鬼佬唔係噶嘛，其他外國嚟香港喺香港做生意就鬼佬一樣糾紛，咪訴諸法律咯，訴諸法律咯，係啊，好啦，跟住咧整整下咧啲公司，你知唔知股票公司最好成立點？你知唔知啊？中國香港冇交易所嘅大佬，係啊，加咗錢先至。唔係冇㗎，咁點樣搞咧？喺香港會啊，香港級有安級。你開間公司，我係某個國家嘅人，嚟交成立間公司啦。喂，喺市場邊位兄弟想造粉？就嚟嗰度飲茶。咁你大家傾掂佢，呢啲政府就唔理嘅。因為你啲係你內部嘅規矩噶嘛，你情我願啊嘛，咁啊你經驗咗之後咧，就大家要守呢個合約精神。你香港你健全，點解要守合約精神咧？你唔守合約精神，咁點做？所以嗰陣時香港除咗自由港之後咧，就建立呢個合約精神，就由班商家佬唔同嘅人種就開始類似股份股票公司嘅有張股權俾你嘅。但就冇政府認可嘅，私底下做咗出嚟，一人揸住一份嘢，即係等於你以前我哋中國人做嗰啲會頭嗰啲咁啊，揸本簿仔，你明唔明啊？但係咁呢個有法律效力㗎嘛？香港佢有，佢就係佢香港英國人政府就建立呢個制度。你有呢啲糾紛咧，我哋同你揸正去做，所以慢慢形成咗之後咧，就要擴大咗啦。先1861年開始嗰、那個呢、這個咁嘅股份公司。在民間自己搞的，很後期才有交易所的嘛。好了，跟著整個香港歷史呢，他們中國政府呢其實應該找一些老的匯豐銀行的老闆講香港歷史。匯豐銀行呢看著他香港成敗興衰，你看匯豐就知道，由經過金融風暴啊，英鎊冧市啊，跟住佢遇到嗰啲英債嘅英資公司危機啊，焗水將黃河賣出嚟啊，自己都賣一賣啊，你記得啊？係幾個風潮嘅轉變，而令到香港嗰個環境咧點樣去到今時今日，係嘛？即係成段歷史喺度。好啊，此其一，佢兩種元素咧，自由、法治。跟住啲人有記起啦，臨到再割讓租借新界。拓展條約，香港拓展條約第二集再簽1895，係啦。嗰時咪有個英國同新界嘅衝突噶嘛，打仗噶嘛，喺內部戰爭噶嘛，新界人反抗佢入去噶嘛，嗰段歷史。但係點解後期會 settle 得咁靚咧？
反而再後期新界人咧幫翻英國人手嘅喎、哦。你睇收地收到幾多幾多新市鎮？點解咧？就係、是、政治腐敗，就透明度高，直情好公開同新界嗰啲鄉親講，佢又跟住整啲買板代理人。最早啊，彭富華啊、陳日新啊、張仁龍啊嗰扎噶嘛。係。嗱，咁樣細佬，我哋就唔理你嘅，俾你哋全部自治。我同大清政府租呢個地方翻嚟，我係用官地嘅啫。你嗰祖堂啊幾代理唔喐你噶，佢唔係啩 Sir？ 唔喐你噶，你放心啦咁。但新界佬唔撚信啊嘛！我屌你啊，揾包鹹喐啫，你喐咁咪點啊？我嗱，不如咁啦。我請班人翻嚟同你度好曬地界，咁、後期先有嗰啲糧地官嚟噶嘛。咁啊，佢嗰叫丈量啊，嗰糧地官啊、測量師啊，嗰陣未叫師嘅。咁啊喺印度請咗成扎差翻嚟，就係、是、成個新界咧就度地界嘅，度曬地界咧登記曬你銀火嗱幾多分幾多畝咧係你噶，啱唔啱？嗱、你唔信你自己睇住度，度完畫翻張圖俾翻你。咁新界人咪安心咯，啊佢又唔喐我啲產業嘅喎，啊冇講啦，啱唔啱？你唔係話揾把口去話俾我，而家想個國香港咧開放翻啦，又點點啦？佢又冇講話自己之前錯曬，佢話自己個而家好撚威，又自啊又練啊刀字，又自啊想興興咩啊？興田步啊！你興要有條件噶嘛？你做行動俾人哋噶嘛？人哋信唔信你？唔係啊！你要行動噶，嗰、那個唔係信唔信，嗰、那個信任嘅問題。個信任咧係好多時間建立嘅。等於我哋嘅學猶太人喺中香港咧最突出嘅教術人，就係喺呢個廣東道。我哋買石頭翡翠，揾塊布冚住講價噶嘛，隔離旁邊睇唔到我幾多錢同你成交嘅喎。揸完手攞走，冇簽之話攞走你嗰嚿翡翠嘅喎，冇噶。譬如我同你握手話$10,000買，到時我俾$2,000你吹我唔漲噶，乜都冇噶。而家仲有存在嘅，所以當年翡翠行咧好難入行嘅，人哋要信你啊嘛。好啦，咁我哋呢個咧係猶太人嘅，點解佢冚住咗嚟講價呢個合同唔係公開呢？就犀利過你簽名合同，所以我喺行上咧，我今時今日我嘅朵啊，喺地產商嘅商界咧，佢話如果郭先生同你用把口講嘅嘢，你又好過佢簽名，牙齒當金仔。唔係，牙齒當金仔。佢如果郭先生簽名合同咧，佢我同你打官司。喂，我唔認為你唔妥，咪根據合約嘅條件，我咪訴訟咯，拗頸咯，你明唔明啊？如果郭先生用把口應承你咧，大鑊啦。點解我哋要嚴重過簽名咧？因為你用把口或者喺個布冚住嚟講價嗰下嘢咧，就是、神嘅合約。哦，有神性喺度。乜神嘅合約？係猶太人嘅文化嚟嘅。即係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係嗰時你一握手丟嗰下咧，就你同個神咧變咗啊，建立咗個合約。所以佢有契約噶嘛 ，testament 嗰啲即係舊約新約都係依個約嘅精神咧。你嗰個睇到呢、這個睇唔到嘅，其實你經過行為咧係同個神咧建立咗合約嘅，你唔可以違反。好啊！如果你擺喺度要我簽合同咧，我咪跟住你啲字眼嚟打官司咯，逐字失咯。所以我咪嗰時買阿大哥樓林聯同我等大，我咪踢契咯。話冧咗事喎，唔關人，我唔走數啦。就話你等大下啲咩唔妥咩唔妥咯，你明唔明啊？跟個合約嚟踢契咯。咁樣你最重要香港當年佢維護我合約精神。所以到後期你而家中國政府佢哋下邊班人。或者廣大咗，或者冇諗到香港一段成功嘅歷史，我話終於連個聲明作廢，咁樣撲我街。喂，你唔撚使講啊嘛，作唔作廢？屌你乜想拎嘢講啊？咁樣笨柒啦，係咪啊？我屌你，你其實何撚死習先生？習近平咧就俾佢身邊啲柴仔馬仔戇鳩鳩啲咁嘅左共啊、土共啊、懶柒叻啊，識啲唔識啲啊？屌你乜幫倒忙，咁啊何撚死？鳩噏就當秘笈，不如你中意嚟做唔作廢，我心都難受。
有時廢可以時唔廢噶嘛，幾時廢邊啲廢幾多，我自己控制曬啊嘛。我使乜嘢擺個擂台俾人喺度打咧？你係咪咁撚叻？你唔使靠人咩？真係。好啦，跟住你香港兵，如果佢哋識利用嘅話，佢哋冇利用到香港兵嘅精神。佢唔係英國銀行嚟噶嘛，所以佢後期叫香港回覆。佢係香港兵，係香港人嘅銀行。佢由一個香港嘅銀行咧，搞到全世界呢個分行嘅。你反而美國咧都冇咁多分行喎，佢東南亞、歐美佢都有分行啊，啱唔啱？呢個事實嚟嘅，呢個香港人驕傲嘅。後期香港兵點樣撲街咧？我仲清楚啦，我學生仲大班，佢換領咗最成功嘅沈伯，話啲股票衝擊，我揸咗啲資產應資嘅，我都唔要，揾還手買曬俾李嘉誠，買曬全部設備都買曬，佢甩手。有時英國資產衝擊啊嘛，好啦，跟住佢再幫你包學江買嗰個九龍倉，記唔記得啊？包學江有一個大戲。股價師話咗俾人九蚊咧就會買到啦，出價佢有幾多成板啊？七成。我想九成啊點啊咁，哇！你佢喺度成十蚊咋，我點出夠十蚊啊？咁樣買廠啊，北路光咁啊，匯豐銀行借埋錢買嘅。就算你李嘉誠超人買黃金，都匯豐銀行借埋錢買嘅，大佬七個一買咗九千萬。佢我係同阿十八老 friend 噶。喂，佢係七個一人錢買咗和黃。九千萬股噶嘛，你啲人香港歷史唔記得，咁啊大家真係點解要信佢咧？因為佢做地產成功，喺香港兵來往，香港兵揸住你好多資產，知你找到數嘅。成個香港嘅金融社會，全部好多人發達都香港兵幫手嘅。我講呢個事實嚟嘅，即係肯借錢俾佢哋。唔係呢個政府嘅政策，佢資助你，你先有人嚟玩嘛。你如果你冇籌碼，你個賭場點旺啊？邊度想抽啊，大佬？咁你澳門都要放馬啦。即係香港咩？其實搭馬仔，我覺得啱唔啱？所以佢香港咩咧，又令到製造咗好多人富貴嘅。呢個事實嚟嘅喎，大家拗頸冇撚用。咁你共產黨，你接手香港。叻嘅人你唔撚用，所以當年人哋英國咧行政會咧僅有香港兵嘅主席喺度。係啊，你記得，我覺得啱唔啱先？嗰陣數噶嘛，嗰陣時我上次做總統做呢個提過啦，嗰陣時有個即係廣大嘅 lecture Andrew Miles 佢講啊嘛，第一就馬會啊嘛，第二香港兵啊嘛，總之第四先輪到香港政府自己。呢個係市場講啫，佢有嘅強力啫，香港政府度。即係但係好技巧嘅，佢最重要你而家你謝亞龍先生。開到聲，風光無限好啦！未來，咁你做啲動作先得噶。喂，我行入嚟做生意，我開個户口又開唔到，捉下咧你又瞓醒覺凍結個户口。到我打官司咧，唔俾我請律師，我屌你有冇點打？因為我個户口我做嘅生意，我會涉及船務公司嘅船務嘅生意，涉及外國嘅一啲企業生意。你香港冇律師噶嘛？譬如話我打啲船舶嘅買賣，一隻船翻嚟出咗事喺海外啲貨輪，香港冇呢啲律師打噶喎，打國際化、海洋化。打田龍話，譬如我打啲能源化，你香港有田龍產咩？你就算香港你打都冇憲法專家啦，係啊，係咪啊？喂，咁屌咧，我嚟做生意投資，我點解涉及咗你話凍結個户口，有人放蛇，或者製造嗰個假案？你好容易嘅啫嘛，你掟啲假資料嚟我公司個網站度乜乜，你又話係啊，都係違反國安法。咁你就凍結咗我户口，凍結成物，我涉及嗰啲違反國安法，咁我點樣咁嚟做啊？但係佢哋嘅理解係咪話我將政治同埋呢個經濟分開？新加坡我淨係講經濟啊，呢啲經濟由嘅仲裁嘅呢啲咁嘅做就唔先嗱就政治。呢度要補充啦，做呢啲咁嘅政治部國安法嘅人咧。在以前的英國文化呢或者歐美的先進國家文化呢是最能忠貞的人絕對不可以冤枉人特別那些間諜你不可以殺錯人你有那個 kill license 殺人執照都不可以你不可以是立亂用的這種人呢是最公正的但你現在你
中國的大陸文化呢是有些人沒有這個質素的嘛，你給個權力他這麼大，他又要看爺爺的旨旗怎樣揈，那你就不等公正咯，他不夠膽咩飛喎。最簡單的講句例，很多人現在整啲律政司，當年 ICAC 上場，我哋都幫咗手咧，係撳咗好多嘢嘅。喂，拉人拉緊到啲警察個個話罷工咁啊，佢都係廉政公署。嗰陣衝咗廉政，你知唔知啊？廉署都有打啦。帶頭嗰個係我兄弟嚟嘅，哦，黑鬼嚟，佢帶頭搞叛徒，搞到後屘咧，英國話佢係叛徒，屌咧一宗身唔肯俾佢英國。好啦，跟住點解搞緊到咁樣樣咧？喂，我個設計，你個律政司點解要律政司先？你差人拉咗食前上 court 咪得咯？嗯，佢哋啲人唔撚明噶，你拉個人上法庭用乜撚嘢嘢？係啊，係啊。等而家你國安法拉撚咗人哋嘅法庭俾擔保，好撚易喎。嗯。但佢冇諗諗過喺個人道立場，第一調翻轉頭睇個世界，呢個遊戲咧人哋唔嚟玩嘅。嗯。所以人哋英國佬能夠要維持個自由港同埋公正咧，佢有個坑水把關。嗯。當然喺 Myla 嘅 case 咧，李奧斯 case。嗯。DDI 咧有權輕咗佢嘅，好輕微嘅 case 案件啊。大家 settle， 大家道歉先數，咁啊唔撚告噶啦，兩個唔撚告走得啱唔啱？佢運用佢行使權力，酌情權好大。好啦，你認為無名兩可咧？佢掟俾 council， 掟俾 council 咧攞個 instruction， 個權咧喺律政司度告冤唔到。但你個 council 咧個把關好撚緊要嘅。喂，我你拉撚咗佢一擔保，佢個社會地位生意全部凍撚結曬。嗯，唔計事俾 ICAC 拉咧，就個個都話唔得，唔肯緊同你傾偈添。係啊，我而家你話俾國光署哦，你就大鑊啦，真係。我唔肯同你傾偈。係啊，喂，你冇諗緊過人哋俾你咁樣冧撚住嘅話咧，佢喺個社會點啊？打得贏公司都死啦。係啊，係咪啊？我 Facebook 都唔敢搲你啦，大佬真係。我覺得啱唔啱？所以當年人哋英國人咧考慮到呢個普通法嘅精神咧，就擺喺 council 度把關嘅。嗯，咁你坐得 council 個位咧，係夠膽要 M 嘅。嗯。而家唔係噶嘛，唉，我班人撚事啊，送撚咗你上 court 等老爺批啦，咁我屌你有乜？我搞到而家法庭排隊排撚亂撚曬落，六千幾人未撚告，都唔知告唔告。啊！冇人敢孭飛而家，你大佬知唔知啊？嗯。邊度敢放啊？你參觀翻去以前阿 Sir 嗰啲有啲低級嘅警員做錯嘢，阿 Sir 攬你噶嘛？嗯。一個個唔敢做嘢噶。你老細唔敢攬噶嘛，因為你嗰犯罪分子叻撚過你噶。嗯。犯罪分子度啲橋啊，叻撚過你啊。嗯。嗰個口才辯論啊，仲多撚叻撚過你嗰啲咁嘅當差嘅 CID DDI 嘅。嗯。因為佢製造證不在場嘅證據。嗯。喂，我走去坐大飛，佢撚咗澳門。啊。我叫僆仔做撚咗嘢，做撚唔嘢，我坐大飛翻嚟，你話我乜撚嘢，我都唔喺香港。啊。我講得啱唔啱啱先？佢叻撚過你啊！屌你，你點去統治個社會咧？所以你 council 你唔把關咧，你會令到人哋家散人亡，成個生意銀行又凍結又剩，係唔撚公道嘅。邊個敢嚟投資啊？你話聽邊個敢嚟投資？嗯。嗱呢個咧，你鄭雁雄先生，你李家超，你更加熟行。你李家超本身係當差出身嘅，我同你講呢番説話。你要盡量點維持香港個公正，你個公正咧係令人係說服嘅。嗯，唔係淨係你話，唔係你講嘅。啊，所以我當年我喺中國搞扶貧工作，落到農村咧，我係將中央嘅法例點樣犯規、點樣犯法、點樣去收費咧，叫佢貼緊曬個村公所大字報俾農民睇到。嗯，就唔使俾啲幹部咧亂咁收錢。啊，屌你唔係咪收錢喎？所以咧嗰啲農民咧就好開心，唔使俾人屈錢嘛。你個法律唔透明度高點大，等於而家你啲甩一句啦，嗰啲寺廟，譬如我哋喺南亞國家貼曬嗰啲和尚嘅戒律貼喺個門度，大家睇到嘅。嗱，你啲動作咧，你係賄到個和尚，和尚係唔可以鬥錢嘅。你俾佢咧，你即係害佢犯法，啱唔啱先？嗰啲信眾咪唔做咯。
但中國的字典冇噶嘛，多多益善少少唔規矩，屌你，我驚你俾得少啲。你哋想知道嗰啲和尚啲嘢，唔該你哋上網問下翁靜晶。係，唉、哎，佢翁靜晶係好努力嘅，我冇時間答你啲問題，你問阿姐，因為佢有幾次嚟問過我啲意見噶嘛，翁小姐。哦，所以而家你香港咧就係話咧大鑊在點咧？你嗰個公正嘅法治精神咧，係動搖咗啦。動搖曬，所以你叫唔喐人嚟嘅。就是話你不俾黎智英請律師，你未成罪咧就不俾人擔保，呢、這個絕對破壞曬嗰個遊戲規則。當然你除非你改排頭，哦，我而家係一國一制，我全面咧係大陸制，冇所謂喎。我咪照你大陸制嚟玩遊戲啊嘛。我唔撚搏噶嘛，我唔撚。咁你要知道遊戲規則嘅玩法先得㗎。係啦，冇錯，而家你唔撚係啊嘛。你瞓醒醒搞一套，而家一套國安法就驚死唔夠，仲要搞個廿三條，係好撚戇鳩噶。佢哋搞啲嘢咧，我都唔加，我係懷疑係有無間道咧係作怪嘅，唔係講笑，因為冇咁撚笨柒噶嘛。一突然間中央政府定咗落嚟，我哋保持香港呢個善加利用嘅城市，係不嬲以來咧，領導層都需要呢個窗口，係。幫到生金蛋隻鵝，我屌你整隻妖和上嚟拖緊嗰隻鵝喎！咪搞到啲陳同佳啲鵝，不嬲香港解去台灣，不嬲都做緊噶啦。你話無啦啦三百啦，乜錢其一，錢其二，再死邊度咧？個佔中，我提出咗喺同啲香港大學會長佢哋啲人咧，我哋唔搞得噶。佢點解啊，郭生？我哋哋而家政府裝你哋彈弓。他們不肯信我，因為戴耀廷呢被人裝了彈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因為戴耀廷是最早八十年代親共的，搞基本法的，你記不記得？哎，那時我在學校讀書，他來講講的，他是講基本法的嘛，不是因為得他的，為什麼後期他搞到這麼大的反共呢？這個共產黨搞鬥爭的手法很厲害，他知道你的人收買不到你跟他做事，他就做撚到你很撚嬲，谷撚氣，咁啊離開他哋的陣營，你就要反撚對我啦。咁變咗你所有的行為咧，真嘅撚樣，他就製造了一個咁嘅角色出嚟，他自己不肯知嘅戴耀廷。我到咗搞佔中，點解我肯定話叫啲學生要走咧？當年，因為我俾過意見某方面的人。哇！佢誒維佔中點啊？佢啲人問我咧，我唔撚使嘅，我哋揾兩架救傷車，教你啲光耀器，當係巡視騰騰處，一開撚咗佢，啲僆仔上唔到網，走撚曬噶啦，走唔走？而家你坐喺度，個手機收唔撚到電話，上唔到網，你唔撚走啊？我同你都走啊！你唔知邊個揾你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又上唔到網，唔撚做，咦？屌你乜唔做啊，大佬！我就即刻通知嗰啲阿黃老闆，你話咩？你哋要走啦，係裝你彈弓，佢影緊曬你啲人面色面機。而家有啲人翻大陸，你咪過關咪俾人踢走咯。係，係嘛？佢哋完全冇嗰個敏感啊嘛，我哋好撚敏感啊！咦，屌咁撚好彩嘅，可以點乜佔中俾留咁多人嘅？咁我同阿徐家傑一齊落去巡視嘅，我咪同阿徐家傑我落去咩？睇睇啲小朋友有啲咩生保面孔。有冇啲外來勢力古靈精怪啊？一中國政府成日話外來勢力噶嘛？唉，我成日講，如果你講外部勢力啊，講出嚟邊個係美國啊、台灣啊，講出嚟啦，大佬又係。外國勢力好多嘅，係有美國，我哋 search 咗啦，係有美國，但就唔係美國政府嗰度大領幕，啲人唔知啊，話佢美國人，佢係當緊咗美國政府喎。後屘我同啲兄弟講我嘅。美國政府搞你唔撚使咁搞嘅，係啊，係啦。英國人要搞你又唔撚使咁樣搞嘅。好啦，點解有扎啲咁嘅無厘頭咧？佢係美國人，但佢唔係美國政府嘅意見。因為佢有班人而家世界上一路揾好多錢嘅。因為當年有個反共基金，有幾個好撚龐大嘅。咩索羅斯嗰啲咪啊？唔係反共基金係教廷嘅。教廷哦，教帝國，梵蒂岡。喺定梵蒂岡同美國簽張合同㗎。將佢反共咧作為佢哋嘅首要任務嘅，變咗全世界集好多資喺度。嗰個咪八十年代咯，九中嗰陣時，即係阿波二世嗰陣咪波蘭噶嘛。係啊，就係嗰個。好犀利㗎，嗰個基金好早搞㗎，嗰個基金冇咁多錢㗎。而家全世界咁多教徒，
奉獻啲錢啱啱，變咗有就係呢個基金嘅金鐘委員會咧，就個個屌你咁唔可以冇事嘅，冇事點樣抽水啊？所以佢老母周圍走啲攞啲嘢周圍搞事，搞到錢層層。咁啊，譬如我俾1000蚊台長你上街，你老母支撚咗5000，我台領咗4000嘅，所以個領個家肥屋用嘅，所以咧。你而家你香港呢啲咁嘅情況啊，其他國家都係咁樣樣。就算而家你美國內部咧，都係有呢啲咁嘅現象喺度嘅，因為錢多啊嘛，你好做啊。就算中國都係一樣噶，譬如話佢整啲乜嘢班外機關啊，乜柒乜柒啦，就同中央政府黐緊咗啲維穩費啊，咁咪點啊左拆右拆左拆右拆咯，拆緊到個僆仔咪得兩條草咯，嗰個隔幾手咯，嗰撚個都喺度揾笨柒，所以係好撚大撚個。所以而家既然間你話譬如隻眼紅，你哋大家瞓緊醒啦，中央命令要搞經濟為主，你想睇睇香港成功作為金融中心嘅歷史，唔會無撚端端嘅，唔使你宣傳嘅。自己埋位噶嘛？哇！呢度有笨柒銀行，呢度可以免税喎，個個嚟噶。特別啲阿撐，嗰啲中東佬，嗰啲中亞商人，周圍走啊嘛。以前，不過佢仲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厲害啦。英國人，你照常取設事冇事，保持原有嘅風俗不變，大清律例，呢個好厲害喎。因為你冇干擾到我嘅。特別係宗教信仰啦，係咪啊？譬如香港嗰啲宗教信仰，乜個乜嘢都可以喺度。佢做幾樣嘢啫喎，已經完全內部穩定。因為人好貴啦，你唔肯揀到我，關人事咩？新教佬話我，你唔肯揀到我，你係同我鋪條整路啲路行擁咗，我有乜所謂啊？跟住點我加多你入邊，幫你哋同電單處，幫你哋開路，俾錢你哋養牛，俾錢食。加台你唔著，係咪啊？加代你其實咧就有英國政府背後嘅影子，係俾佢做呢啲工作。我講得啱唔啱先？所以到時到英國人佢發展新界咧，動電燈柱仲剩咧冇嗌交嘅。只要加多你著嘢開聲，屌我哋都想幫翻著嚟做嘢啦，我家爺仔啦，讀書細路仔，做乜嘢班潮我係咪啊？人哋係好技巧用咗方法。好啦，講到加代你咧，要講一件小事。大家年輕人嗰個參考，點解我都能夠可以喺某種環境之下可以接約咧？就更加多幾行嘅。佢有一日著夜出門坐飛機，我嘅細伯就坐飛機，我細伯就做生意嘅，都係嗰類人。佢坐 Economy 有啲經濟客位，我入喂著夜，點解你坐呢度？加多你坐喺度，你佢坐乜都得啦，係嘛？私人飛機都得。咁加多你係唔肯答嘅，淨係話俾你聽，喂，我啱啱買部相機得唔得啊？呢部嘢，咁我細伯睇，哇！呢部好撚貴喎，最新款喎，拉打三皮皮喎。你嗰陣時嗰啲80年代三皮皮好撚貴嘅，大佬，我買層都幾廿萬。我坐呢度多咗呢部嘢啦，打緊咗你，唔撚聽講嘢啊！個個就坐呢度多咗部咁嘅嘢喎。佢用咁嘅方式嚟答你，所以後期咧，我係學咗咧，就話譬如有時我覺得，咦，我費事叫司機揸車啦，我就坐電車咧，叮叮喺電車度。以前仲可以食煙嘛，電車記得未禁煙嗰陣時，有靚女睇啊，大佬，中銀放工嘅都係靚女，逼逼逼下，有個波撞下，咁靚女係咪啊？不如我做個銀行董事長啊！我接個真係做似跳舞啊，喺銀行。佢話：喂，僆仔，唔好撚搞啊！我叫我司機走先啊，我坐電車著數，我點著數啊？阿康叔，屌有波撞撞下啊嘛，又多靚女睇啊，放工啊，屌你咁兩條友戇鳩鳩，叮撚到好似跳舞啊！幾撚過癮你話？自己司機叫提早收工啊，係咪啊？所以變咗有時我嗰啲交通工具我利用咗咧，我係慳咗嘅。慳咗有咩好處咧？屌我咪買撚咗包煙唔使錢咯。你坐的士幾十蚊，我坐地鐵嚟呢度，我咪賺我包煙咯。免費喎，你食得好撚過癮嘅喎。但喺我哋嘅古老人嚟講咧，第一話我慳咗當賺錢嘅。我慳咗當賺錢，變咗我嘅財富度呢個子彈多咗。第二咧，我令到我自己咧節約。第三咧係平衡咗我嘅虛榮感。係，最緊要呢樣嘢係啊。嗱，呢度有一個即係我諗都幾值得問你嘅問題啦，就係中國好多富豪啦，譬如馬雲咁樣。馬雲之前會招職講過李嘉誠啲時代過去咗，
咁而家李嘉誠又翻返係首富啊，馬雲就唔知去咗邊度。嗰個冇意思嘅，因為人嘅成敗得失咧，唔係佢有幾錢。你有錢過石純咩？嗯。有錢過胡思達咩？嗯。一樣。係咪啊？最後屘兩樣係。譬如我哋勝國嘅當年香港嘅世家，嗯，我老婆我嘅外父係華英昌集團，嗯，而家上環嗰啲華英昌集團大廈啊，嘉年威老道啊、彌敦道、恆豐嗰啲咪係我哋家族股，嗯，咁咪兩百幣啫，嗯，屌你啲係好撚冇意思嘅嚟嘅，係你，因為你嘅錢咧，特別啲銀紙啊，你唔撚用咧，衰撚個報紙啊，最撚多細菌，係。又唔撚揾得屎，又冇撚得嘢睇，又唔撚個遮頭，咪衰撚個搭報紙啊！即係你有錢銀紙唔用咧，衰撚個搭報紙。呢個係我六十年代我政治部嘅大幫咧教我嘅，我嘅大老頭，因為我後生跟政治部大佬揾食噶嘛，好撚早噶嘛，僆仔啲錢唔撚用啊！個我哋呢行嘅工作隨時釘噶嘛，你明啊？即係做特工係咪好撚危險先？屌你咩唔用咪笨賊？佢擺喺度啲錢唔用，咪衰撚過搭報紙喎、啊。有冇講撚錯？全世界最撚垃圾嘅就係銀紙。經幾多人手嘅話、所以我哋不嬲嗰陣時咧已經有呢啲常識咧，所以做幾十年嘅社會工作啲人唔明，呢個係我背景。咪好少人喺六十年代拍政治報嘅大佬。我唔怕講噶，屌我係人都我係唔講到人知噶嘛。係嘛？跟住拍探長撈嘢，係咪先？所學嘅嘢係另類嘅，係咪先？所以你係經驗攞翻嚟噶嘛？你而家你啲咁嘅差仔，屌你係咪寫兩個劇本又點乜用詩用評嗰啲？屌你咁多人笑啦，啱唔啱啊？你乜嘢貢獻世界？我喺到蘇聯，佢喺到美國，政府請我個大佬，佢係咪同你講話？你咪話想問我蘇聯同美國嘅關係嘅？咁啊，將來有機會咧，我哋一定會問。咁但係咧，有一個話題咧，我阿博士咧就趁住今日都講埋啦，就係、是、澳門啊，阿洗米華呢單案就十八年啦，就佢坐完都仲要去內地再坐多十年啦。佢坐得完呢十八屋先算啦，坐得完呢十八屋個世界仍然係咁先算啦。可以唔嘅有方法㗎，啊！但呢啲我哋又唔教人啊。嗯，因為點解咧？我哋嘅學問係要等於戰士幫，係維持社會嗰個光明同黑暗。你要喺黑暗中有光明，我唔可以將我個學問咧喺光明中夾埋玩黑暗嘅嘢啊嘛。即係我哋可以過唔到係揾吹波仔，但我哋唔教人。但我係教少少咧，就話點解代行萬金油？喂，你一拍埋禁區，你一攞行萬金油出嚟，過唔撚到嘛？嗰時我頭暈喎，屌乜足足先！我屌你叫我開車撞死人，你撚大個大佬！唔該你個碌卜寫撚低。嗱，你又江湖夠急，你又唔係話有危險，但你又俾你夠撚埋嚟飲酒吹波仔，屌你有冇死人啊嘛？啱唔啱啊？啲人唔明白我點解代客萬金人。我揸架車嗰陣時，我攞啲嘢等一等人拍埋禁區，告我唔到㗎。我攞出嚟，我攞撚定喎，咪人哋嚟到先攞喎。我攞定喺手，話教交通員喺度，你攞牌出嚟，咩事？頭暈啊，焗緊要停。我如果我再唔肯定咧，要 call 白車，佢周身唔得閒嘅，我要寫報告，大佬。哎，得得啦，阿先生，你慢慢慢慢啊，慢慢開，怕撚咗你啦。嗱，呢啲唔教得人噶。我哋唔可以喺光明中夾埋黑暗嘅嘢。我哋可以喺黑暗中咧教緊光明嘅嘢，你喺黑暗中咧做公正啲，呢個就係做特工嘅最重要嘅守則嚟。澳門嗰度應該冇減刑，澳門冇噶，但佢啲刑期好怪，佢最長啊判30年，冇死刑嘅，但係好多方法嘅，呢個咧就唔講嘅，但佢哋自己亦都識得佢點樣。戰爭啦，呢啲都係江湖仔。但我哋一個疑點，佢一條黑社會罪都判12年，一條罪啫，黑社會。哇！我屌你啊！乜如果嚟香港啊，撲街嚟咁，有班人要著草，啱唔啱頭仔？我都唔知佢點樣判，同埋你澳門有冇陪審團？好啦，跟住佢個數字搞出嚟啦，8000億，佢涉及嘅銀碼
係8000億，哇！咁啊好撚大鑊喎，佢唔撚明白，我唔知你請啲咩律師打啦。你問翻轉頭，嗰8000億點樣計出嚟？係吹出嚟啊，定係真？我網上同你賭計細，我係100萬。喂，我同你賭1000億都得。咪啊！我同你賭1000億，我都來。好撚多啊嘛，個鋪變撚咗，唔係真係有現金撚多買啊嘛，啱唔啱啊？所以而家你大撚鑊，佢又罰你60幾億，仲要賠20幾億俾嗰啲其他嗰啲博企。你話撲唔撲撚咗街啊？所以我佢唔知佢立標點啊，但係咧我哋睇，我哋講冇偏見嘅，即係話我哋對江湖人物嘅評價，咁多任來咧嘅喺澳門做賭場賭細嘅人咧，冇佢咁風光出風頭嘅喎，成日見報，成日見雜誌，又搞到又成古靈精怪啊嘛。喂，你撈偏門啊嘛，雖然係有牌啫，但個都低調嘅，知唔知啊？你喺扶老蓉啊、熱漢啊嗰啲咪過低調咯，啊！我陣間接翻我同黃生嘅相喺度，如果我哋要做咧，都做咗啦。因為新嗰個牌係我師傅嘅兄弟幫我攞嘅，係當年澳門財政廳長羅寶爵士個仔嚟咗香港做立法行政議員嗰羅寶，係我師傅嘅堂兄弟嚟嘅。因為我師傅是葡萄牙人嚟噶嘛，即係教我拳擊嗰、那個，佢地滿人嚟噶嘛，咁啊羅寶爵士咧係個師傅阿叔嚟嘅，但羅寶爵士當年咧何人係跟佢揾食嘅？羅寶爵士咧個勢力大領過武督，因為武督咧係靠佢當水嘅啫嘛，佢打你曬啲嘅門面，所以嗰時阿新哥好貴噶，喂細侄哥。過嚟玩啊！我哋有直升機有成，你打電話得噶啦，話俾啲咩？話新哥，我過撚到去坐撚完直升機，貴撚我坐飛機啊！我屌你，乜會輸咁樣殘酷？我唔知捧下場點得啫，係嘛？所以係好古怪嘅個世界。但係而家佢哋，你而家使咪話佢哋冇所謂啦，人生風光過。但佢哋係冇嗰啲高手幫佢策劃。有些人過去撈到冇事，有些很聰明，他不做大陸人生意，不放數俾他，你俾現金嚟做就到啦，唔同你搞啲底面交易，東南亞嚇下香港，佢咪儲咯，嗰啲咪可以全身而退咯，即係向氏家族佢哋嘅兄弟係咪？佢全身而退噶，佢攞唔做就收工走人，好大小大件啊！大家都知啦，報紙係賣噶。啊！佢華強佢哋，佢哋都有喺澳門開廳噶嘛？點解佢冇事有事咧？佢就係識得人多。我哋阿華使咪華哥仔，哇！識幾座哇！又公安部長啊，又成啊，影相啊，又成咁翻大陸咁樣撲兩個街咁啊！佢哋唔知咧，好多人唔明嘅。喺官場嘅規矩，一定殺你先。我今天用你的時間，我已經擺一招嘢喺度咧，就準備殺你。係呢個帝王術啊！呢啲係真嘅，呢個係官場規矩嚟嘅。佢唔係話突然間心血來潮想殺你喎，唔係嘅。譬如話我阿 B 仔，你下個禮拜同我出去遊埋，你收數得啦，代表我。我得啦，阿 Sir， 我會揾阿 K 仔同我收噶啦，個代理人咧咁講個名俾我聽。哦，如果你阿 B 仔你用咗 K 仔同你喺第一線收數，收咗交俾你，你同我處理咗佢。我轉頭就打份文件，俾警務處長，俾有班嘅人事科部門。哦，我收到情報，有個叫 B 仔條茂禮，報應我個名就係劇水。我屌你乜咁做撚定咗㗎？到有朝一日一爆，或者你篤我背脊，或者唔覺意有人真係失手燒到我嘅時間咧，大老細一出嚟唔係喎，收撚咗咯，佢早收㗎。或者我派人拉你，你知唔知啊？或者我通知其他部門咧係拉柒你。屌你大佬，官場嘅規矩嘛，你啲人識得乜撚嘢啊？以為有分係咪？屌你當年我喺蘇聯。有人知道我哋可以洗盧布，同蘇聯買軍火，某一個國家嚟揾我喺黑化嘅，
唔係話佢係政府買軍火，要做防衛性嘅武器。佢知道我可以洗盧布，其他國家要收美金、收法郎，佢哋都叻噶。咁喺佢點解我哋賺錢咧？譬如佢俾美金我，我走去蘇聯邊境咧買黑市盧布。嗯。買咗黑市盧布翻嚟，根據我哋蒙古同蘇聯嘅標咧。我哋如果用盧布咧，蘇聯可以拒絕唔收嘅，即係等而家你伊朗或者同俄羅斯用人民幣交易，佢行翻轉頭俾人民幣你中國，你可以唔收啊，大佬。咁我咧就利用呢個漏洞咧，我就可以用嗰扎盧布咧去買軍火啦。咁啊賺30%多，好撚犀利噶嘛！你買親都3,000,000美金，下集你30%好撚犀利，大佬。咁啊兩份分都好撚多錢噶嘛。但我都唔做，點解咧？你一鬥咧，世界做軍火啲人就知道呢單嘢邊個做？係啊，邊個事主？冇得冚嘅，圈條細，唔係冇得冚嘅。好啦，同埋咧，你唔係可以日日做。俄羅斯佬，屌你老尾咩？你點我啊？你同邊一個買啊？你又唔係話你蒙古政府買？你有冇你啊？湊兩個內政部長嚟同我哋丟一單嘢，一單半單會唔會俾你？第一單好啦，第二單嘢就唔肯咪細噶啦，你影響佢個利益啊嘛。所以我都拒絕坐佢，有啲人唔肯做得，因為佢喺嗰個國際上咧，一開咗你名單，你係屬於交易過軍火咧，就係 dead list。喺而家你喺國際上，你一涉及嗰啲毒品咧，你又甩唔甩到身噶喎？刺身嘅喎，嗰單嗰啲嘢，係啊，好撚古怪噶，唔係話俾你有錢就做，有錢賺就做噶嘛，我哋都推嘅。我唔做，我介紹你揾邊個邊個做，你同俄羅斯嗰邊傾啦，我叫俾個接頭你啦。但佢哋好撚聰明啊嘛，知道我哋可以用得盧布啊嘛，所以有成時世界咧，而家你使唔使去到澳門？你去搞呢檔嘢，你要乘佢輸殺嘅喎。我相信佢唔係正裝嚟，佢係後後裝嘅。但係而家後裝出事，喂，咁你咪自己做企盤，咪俾人殺佢。我對傳有啲人咧已經唔喺香港啲，要佢翻嚟。我市場上聽翻嚟，即係有佢有啲被告唔走得，你焗住佢翻嚟，攬緊曬成事，好鬼大，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啊嘛，啱唔啱？喂，其實真係走咗都冇用嘅喎，咁你都要翻嚟嘅喎。你敢唔翻啊？唔係你敢唔敢唔翻先？嗯。你我叫得翻嚟，已經做埋你嘅路行。係。係咪啊？你要明白，而家個世界係好細嘅。嗯。你走唔到去邊度？除非你嘅背景好撚龐大，但你嘅永遠都出唔到嚟，出即係你唔出得個市場，因為而家佢人面。電力機咧係全世界 check 咗，除非你整緊曬容啊，又咁啊，整緊大隻耳仔啊，整緊大個鼻啊，跟住又改名換姓啊，屌咩頭髮都染緊埋啊，變緊嗰個屌你個南美洲。唉，大佬而家諗下，你行到機場啊，都係影住個樣噶啦，大佬真係。又將俄羅斯打撚斷對腳啊，高撚咗幾寸啊，咁就照你唔敢講，咪都俾人攔住。唔係㗎，而家啲衛星話你行路啊。係啊，佢唔使影曬啊，佢行路嘅姿勢佢都已經係啊，已經影出到你㗎啦。因為我哋最清楚㗎嘛，呢啲咁嘅科技，啱唔啱先？你就而家個時代唔同㗎啦，所以譬如話佢哋戇鳩㗎啦，我補充一句啊，佢哋出事就個個衰黃金，衰大意。唔捨得使多筆錢咧，又買版做，喂屌冇理由擺自己電腦度啫啲嘢，我講得啱唔啱？你點會自己用嘅電腦俾人收緊到嘅？咪企緊黃鳩，係冇緊黃鳩食。喺個緊個咧，以為識得兩個人，特別識得入邊大陸幾個高官，以為照得起自己。我屌你乜趙子陽都照佢唔到啊！趙子陽照唔到自己啊！係啊！嗱，而家我哋講，大啱講過，習近平先生有朝一日啦，佢自己照唔到自己喎，話俾你聽。唔係講少啊，因為我琴晚睇電視咧，習近平咧，屌你我而家點樣搞我哋主席？屌你病容滿面嘅咪？誒，精神壓力啊，精神。唔係你睇下今日嘅電視啊，佢出嚟講嘢，我哋真係要祝福佢啊！大佬，係啊，企得穩穩
定定，啊，一唔得你咧，就要重新搞經濟。我哋個個望富貴，係啊，啊五聲發大財咁樣。係啊，我哋以前嘅人望緊地攤，係啊，你日想我哋望地攤，向前看，向前望，係咪？嗱，今日做得咁開心啊，博士嗱，咁樣啦，我哋做多少少啊，嗱，就好多。即係觀眾咧，聽到你講佛學咧，就好多當然好有興趣咧，亦都有啲疑問嘅。咁係即係你可唔可以講講呢個佛教佛宗？喂，呢本書大家要睇，講講唔掂，因為太長篇大論。咁啊，我貼咗出嚟，你哋走去圖書館借，有一借嘅《中國佛教史》。第二咧，我俾個視頻你，就啲人成日好中意爭論嗰大小乘啊，究竟真經假經、偽經啊，你唔好聽我講。我會講錯嘢嘅喎，或者我 search 做研究做得唔充分咧，咁我希望你啲人俾到啲好嘢我咧，我可以糾正，我又可以進步喎。但我去到我今時今日為止咧，我係知唔多，我講出嚟，你啱用嘅就用，咁你唔啱用嘅，我要總要走去拜祖君，要拜車公廟，要拜嚿石頭，我要相信有阿彌陀佛咧，就好似天主教嘅天堂咁接我走啦。貴客自理，信仰自由嘛，啱唔啱啊？百貨眾百客，話胭脂頭都有文秘菩薩，我就唔爭論嘅。好啊，但係如果你想同我辯論咧，你打坐打咗三個鐘頭以上，個身唔喐，你先同我有資格幫我辯論。好啦，如果你講話你想有能力同我去講經濟、講其他學問咧，你喺街執到嚿石頭，求其拎上去網上啊拍賣。都賣到一千幾百嘅，你又嚟同我講，唔係你冇撚資格，因為你冇能力啊嘛。等於話俾我扭下旗，扭拳王丹，你咁樣戇鳩啦，你有咩資格同我辯論啫？係咪？好啦，佛學喺邊度咧？最重要講笑嘅就係中國和尚同上座部南亞嗰啲和尚有分別先。我唔講佢是非成敗、戒律嘅守唔守，我只係講件事。我當年在場。星雲好聞名啦，你知道台灣嗰度九十年代初最早星雲透過一啲關係，因為斯里蘭卡嘅地位咧就等於天主教嘅羅馬，喺而家世界上公認噶嚇。學問斯里蘭卡最好嘅，持戒律最好就 Burma 緬甸，緬甸唔係講錯，持戒律最好泰國，森林僧侶。禅修最好就 Burma， meditation 最好就緬甸。泰國嗰啲真係出家嘅話咧，件衫如果俾個女人碰到，要匿埋一個月㗎。所以你哋大家出街到泰國咧，你見到和尚咧側邊有兩個人同佢傍住佢嘅，你知唔知啊？就驚俾啲女人碰撚到件袍啊！碰到袍佢要閉翻一個月啊！大佬慚悔啊，幾撚大鑊啊！所以佢唔敢周圍出嚟嘅。所以佢嗰個持戒咧，泰國最嚴嘅。學問我哋蘭卡最好，所以斯里蘭卡咧係世界上嘅地位等於天主教羅馬。好啦，咁星雲大師為咗提高佢自己身份，就寫封信透過我哋台灣嘅宗教部咧，就話嚟我哋斯里蘭卡訪問，但個附帶條件，除咗見宗教部長之外咧，要總統接見佢，總線位啊嘛。睇我以前有啲相鋪出嚟，總統排排坐噶嘛，嗰啲江湖地位嚟噶嘛，佢要求呢樣嘢，咁啊總統咧。就問隔離左右啲人啦，當年我都喺蘭卡嚟，喂呢個咩和尚嚟㗎？咁啊，文化部啊、宗教部，哇呢、這個和尚好有錢㗎，喺台灣聞名，呢個事實喎，佢冇講大話喎，聲聞真好有錢喎，係好有名氣喎，啱唔啱？海家團嗰陣時都有佢收留㗎嘛。啊，我覺得啱唔啱先？喺美國又我都去過佢美國嗰個佛光山嗰啲地方㗎，我都去過美國。咁文化部跟宗教部長冇講錯。是事實嚟噶嘛？佢真係有錢，咁啊話俾總統聽，我哋喺度。你總統講乜嘢？好自由感嘅和尚點解會有錢？唔準嚟，講咁樣壓遮咗啊！大佬完全冇講其他意見啊！輕描淡寫啊！總統和尚點解會有錢啊？唔準嚟，收緊咗工。嗱，呢啲下集咧，你哋自己諗。乜此其一，此其二，發生喺我自己身上。我當年第一次去見趙樸初喺北京訪問，
教喎，呢個唔係接過咗佛教，佛教佛教會會長啊。第一次見我喺佛教總會，哇，犀利啦，高僧文啦，啲大和尚啊，副會長喺度，嗰傳印，原來傳印咧留學嘅佛教大學翻嚟中國嘅，咁啱我派佢留學，一坐低。前印大和尚啊，板拎曬款講我哋而家咧，中國改革開放啊，點點啊，發展中咁乜乜啦，而家我啲廟啊點啦，而家就嚟起好啦，點啦，大居士幫手得閒睇睇參觀。我哋講得咁撚興高采烈，屌你兄弟喺度邀功。我哋嘅大師，我問你少啲問題啫。你起完間廟，用乜嘢吸引啲信眾？我哋吸引咗信眾嚟，你點樣會服眾？點樣令佢嚟咗之後又翻轉頭咧？好啦，你點樣去領眾？攝眾嘅能力你有冇？點樣吸引咗嚟攝眾？嚟到你服眾，你要服佢，你要令佢信服你喎，信服你先會再嚟噶嘛。好啦，你嚟到有呢個緣分，你俾到啲乜嘢佢先？企撚咗喺度啊！我後屘我都唔好意思，年少氣盛啊！屌你老母頂撚到我大和尚戇鳩鳩，叫傳印，大家查下歷史。即係話呢一間廟起完，俾錢起用乜嘢啫？哦，十方地大家籌錢起間廟用乜嘢？開撚得多？咪車公廟都有靠個風車啊！黃大仙靠啲籤啊！你間廟靠乜撚嘢啊？招和尚啊！因為間廟有靈氣，一係咧。就你個人本身個主持有功夫，啊有啲咩頭暈身熱啊，又鬼上身啊，個仔又病啊，嚟到我渣就喺度勞灰俾你食啦，唔撚病啊，咁你個廟啊出曬病啦，香火盛噶啦，你有冇咩功夫先？即係我問佢話你有咩功夫，佢企撚咗喺度，咁啊千祈一到後期我俾大藏經送翻中國咧，我得罪好撚多人，全世界得罪人最撚多我噶啦，和尚唔俾參加嗰儀式啊。咪人哋成個國家喺中國北京集合曬所有北京嘅和尚出嚟歡迎原版大藏經再嚟中國，我終於自我錯，我唔肯做和尚參加，自我錯唔肯跟住我，因為知我脾氣，我恐怕唔肯送人，攞一蚊走，屌你個中央政府登咗人民日報，今日接收到佛經，其實就冇道德。啱啱鄧小平話生日。第二日我送佢嘛，又好巧嘅。屌你老，佢知我啲個性啊，屌唔肯送啦，得唔得？攞一班走啦，戇鳩鳩。咁啊，焗緊住咧，唔俾和尚參加，係影響到成個中國咧，係好撚冇面嘅。你我唔肯怕得罪人噶嘛，喂，我咪為自己去得罪人喎。因為一個思想文化，你一錯咗咧，就影響個國運嘅。等於而家中國好古怪嘅，特別台灣。中國咧係儀式度好混亂嘅，但係有個人物咧就食幾家嘅十方飯嘅，就係關帝。儒教做生意又擺關帝噶嘛，你冇宗教信仰，你做生意都擺關帝啦。你點解擺佢變咗財神？係嘛？好啦，道教又擺關帝噶嘛，佛教又擺關帝做護法噶嘛。關帝無撚端端就上撚咗神台嘅。好啦，但啲人擺關帝咧就好撚大撚鑊，不求甚解，亦都冇人知道。我有一年去撚到個朋友新開張請我去，我入門佢好誠心買個關帝，好靚擺到，我哋有機會請走佢啦。我點解？我屌你咩？你嗰啲人唔撚知嘛，位置又唔撚識擺，又唔知擺個咩關帝先啱，咪佢又有揸劍。有騎馬，有夜看春秋，有喺度有三個人嘅又有，有關平托印嗰啲又有，係嘛？你又亂咁擺，佢係唔同嘅行業擺乜嘢關帝噶嘛？咁啊差館擺嗰個咧，同賭檔啲撈家擺嗰個唔同噶嘛？大佬，屌你喂，佢擺緊錯咗。好啦，你擺完之後咧，你又唔識服侍佢喎、啊。喂，佢係陰神嚟噶，佢唔係明神嚟噶嘛？你唔擺好撚過擺，唔擺咧乜嘢事都冇。你一擺都不如法咧，就大領落，好邪嘅呢、這個另類嘅學問嚟㗎嚇。好啦，咁啊佢真係信我講，咁啊真係唔擺，因為佢嗰個鋪位個方向咧唔適宜擺關帝。
將東唔知向邊肯變好。但係關帝嶺北要向東噶嘛，佢應該為咗個位置係向東。佢丙北翻東吳啊嘛，大佬，係嘛？你點解搞呢個關帝向東嘅？你大犯呢個大忌啦。好啦，第二佢哋更加冇研究。關帝嗰時代冇嗰把青龍嘅武裝大佬，嗰陣時邊都冇呢種武器喺度。屌你個亂咁搞！佢嗰套朝服咧，唔係嗰套嘢嚟噶嘛，嗰套明朝嘅官服嚟噶嘛。屌你乜你又唔撚識嘅，亂咁搞！我不如冇撚搞，等而家我點解叫啲人你乜撚嘢求啲冇撚信？你信你個祖先？搞撚掂啦！你個祖先十月保佑你嘅，只要你個人個心術正。多做好事，謙虛。你而家學做人啦，你唔好揀到成仙成佛啦。你咁樣，你入去廁所照個衰樣，變佛可以成仙啦。嗱，講成仙又講個故仔，點解話冇條件咧？呂洞賓你聽過啦。漢中期傳佢嘗試過呢個人嘅德行。喂，我傳法俾你啦，因為你都細做人啦。喂，我傳你個點石成金法。我今時今日都有呢個能力喎！我最近買喺嗰啲回頭嘅石頭咧，益咗泰國個小朋友好多錢喎。係無底生利嘅喎。好啦，咁啊，呂洞賓點咧？就問翻漢中期，你哋呢嚿石頭變咗金之後停留幾多年？你變翻石頭啊！你明唔明啊？還翻原。漢中期話五百年，佢話唔學。漢中期呆咗喎。咪如果喺香港五日都學啦，五年之後真係當好凍撚嘅大佬，係咪啊？等於你做股票搭起個靚盤，點解收撚曬水冷撚到關撚事行撚咗我一撚樣？點解唔做啊？一個月過撚到筆啦，係咪上咗市？你仲不唔學？學咗嚟點解你唔學？喂，我唔知五百年後落喺邊個人嘅手，嗰人好撚失望啊！我都唔肯過意得去。咁啊，漢中期咧即刻開聲。估唔到今時今日仲有人諗到五百年，你得失成敗。好啦，我傳你仙術，咁撚咗呂洞賓成仙噶，唔係話一見撚到佢教仙術啊，大佬。所以點解我話你啲香港人而家繁華世界冇人有資格學，就基呢個咁嘅原則啦。咪有幾撚個人唔係大口氣啦？我三十幾年冇加人租，而家仲喺度。有冇咁嘅心量先？點解咧？我唔加人租咧，第一好多淵源嘅，我係學翻嚟嘅。即日有人保佑我，冇撚衰嘅。啊，個生店就好啦，唔撚使加租。日日有人保佑你啊，大佬嗰種力好撚大噶，大佬。知唔知啊？所以有啲嘢咧就特登唔肯加租，係一個好深奧嘅哲學問題。但你有冇咁嘅量度咧？講俾聽你都唔肯去做噶嘛，啊！所以佢學法咧係好難嘅，淨係佢學兩棟燈，屌你你都過唔到關。所以咧係我好啦。另外有啲喺法學上咧，我都成日叫啲人咧唔使搞咁樣複雜嘅，你係香港人冇資格去搞呢科，冇條件啊！你揾食孝順父母，提高自己嘅增值能力。啊！己所不欲，勿施人啦、啊，搞掂，學做人先，謙虛啲，係嘛？冇人駁嘴，係嘛？人哋講嘢你聽聽，你唔信嘅，自己真係上網 search 啊，就冇叻唔撚切，係嘛？呢、這個係最重要嘅。好啊！咁啊，博士今日好精彩啊！咁啊，今日。聽到啊，真係通通都係進口。我呢個好啊，過年咁啊，一嚟有好多常識，好多人有好多盲點嘅，即係好多盲點啊。嗱，最簡單啦、你話啱啱去日本啦、如果我喺機場撞到你去飲咖啡，飲下咧 call 啦，要你上機啦，咁我哋傾到興高采烈喎，有單大計未完成喎，點解樣可以唔撚可以架機停喺度？都係學問嚟嘅，大佬等緊埋你喎。我哋但係我哋唔係立亂用㗎，
係啊，你搞啲麻煩到人哋啊嘛，真係。乜屌你成隻機屌你留喺度等等到神台過鳩幾鐘頭？係啊，你明唔明啊？邊個可以行使呢種權力先？係啊，呢啲嘢都唔能夠得人噶嘛。我係好簡單，點解有啲嘢啱嘅唔做得咧？嗱，聽住啊，阿特首同埋你呢個新嘅總紅辦主任，嗯、合法嘅嘢都唔做得。我話我而家個講法，我拉人咧話依法治國。法律唔係咁樣用噶，法治唔係話依法治國、依法治港咁樣用噶，啱都唔做得噶。點解？如果我用翻你呢、這個咁嘅邏輯，俾我合法咪做得？咁我所有嘅人，我去翻我個銀行，我存咗款，有個保仔，我咪隨時揸個保仔，我提翻錢合唔合法先？合法，係啊。個撚個仲話撲街噶啦。係啊。合法都唔能做得噶，有啲嘢，鄭哥，阿特首，合法都唔能做得噶。最緊簡單啫，我係銀行嘅存款人，我而家去提翻款，合唔合法？合法啊嘛，一齊去咪撲街。等以前我屌柒你算命，我點解唔撚憎佢咧？屌你攞民主大撚曬啊！我在銅鑼灣，我開鋪頭做生意，我屌你搞得兩搞，我邊一個我接緊埋嘅喎。喂，而家你嗰啲商户影響到嘅話，你嗰啲民主政棍，屌你，其實佢哋可以訴訟告拆佢個民事索償噶。邊一個保障我啊？你揾把口喺度急急搞民主，咁啊而家我就完全唔緊民主，擺開啲都屌你攞人阻撚住你班大哥遊行，屌乜你㗎而家？而家佢哋好撚慘啊！你而家你害撚到七百幾萬人俾共產黨制裁啊嘛，大佬，收撚緊曬啲螺絲啊嘛，你班唔家產招搖過市咧，走去台灣周圍走喺度唱鳩歌嘛，仲係咪啊？屌你我屌你啦！嗰時我買打擦黃之鋒啊，知唔知啊？我僆仔仲撚做我兜心打你老母臭閪啊！我使撚你代表我香港人同我搞民主啊？你又唔撚識搞，你又唔撚知共產黨嘅性格？喂，共產黨已經係。好撚好嘅，但因為你哋任你搞撚得啦，你似唔似撚過啲人走嚟搞鄧小平立法？屌你，佢哋冇撚亂搶噏嘢。江澤民又係河水不犯井水，嗰啲撚嘢唔係嘛？董建華佢撚亂搶搞，又唔撚識搞，咁啊點撚到温家寶臨到離開香港？喺深圳睇到有幾百人上街，有幾多人上街入面算？喂，我哋唔肯識搞喎，憲法要搞。嗱，你選民哥仔梁家傑大哥啊，余淑蓮阿姐，唔該你同我度緊掂佢。嗱，而家我揀咗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最撚民主嘅國家，嗰五套安全法，你同我是但揀套照抄得兩都死啊！阿媽台長，套套辣撚過你啊！啲內容，有你行去美國扣留你老母，唔撚準見律師噶。冇釋放期㗎，個反恐法知唔知啊？你有冇睇緊個國家安全管到法啊？個美國、馬來西亞內政部長扣留你老母，唔使講理由㗎。新加坡啊，一懷疑你黑社會的你老母，又唔撚使講理由㗎。你老母你董建華碌撚都唔撚識搞，你而家要俾面人哋喂，你啲大狀，你幫我搞套。嗱，呢個五套嘢最緊民主國家，你抄套俾我得啦，我屌你乜佢都撲街啊！我變咗佢哋唔會反對咯喎，佢上場又唔撚請人哋入去行政會坐啊嘛，即係你撚俾面人，你唔好玩個遊戲，你玩呢個民主遊戲，你玩套假嘅，家家都要尊重人啊嘛，佢老母真係搞埋堆，搞埋班董建華個撚樣，一拍撚咗板。話佢會係後任特首，當晚又請人去屋企食飯，跟住佢老婆出聲，同一個公司嘅老闆講：，喂，我個細佬冇嘢做啊，你揾份嘢俾佢搞撚條糧，咁撚樣屈人哋啊！屌老母，你真係，佢老婆仲撲街啊 ！A 一啦，
打靚咗，我唔話再輸過2000蚊反台啦，我靚過，我咪點你噶？喂，我哋多年收嘅情報啊，最撚易收咧就係佢啲工人嘅，都係講啊，係嘛？屌你啊！乜佢想見到工人，見到我見鬼㗎？佢屌你攞點會知啊？落嚟攬住台灣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佢老豆帶佢老母嚟香港，周圍敲門揸住封信，戇鳩鳩。啲人總號運啊！係啊係啊，拍埋我哋西伯門噶大佬嚟香港，揸住蔣介石叫蒙藏委員會簽個名俾佢啊！揾幾個人嚟香港翻嚟照佢噶。咁啊，佢董家最緊需就董建華嘅。房仔冇間坐噶，冇權力噶一個公司，佢係俾英國佬裝撚共產黨用呢條友嘅，知唔知啊？無撚端端請佢做行政會。跟住俾啲流料佢，等佢老母爆料俾共產黨，講佢忠貞，啊，咁樣用佢個撚樣啊嘛！佢老母喺九流啊，一上場就破撚爛個法治啦！點樣整點鳩狐仙點放嗰、那個放嗰、那個楊愛詩？佢老母喺冇撚咗法治精神，香港最犀利嘅自由、法治、公正，你冇撚咗，搞搞條咁，一開始就破撚埋。咁而家你鄭雁雄、李家超奉咗我哋龍頭大哥習近平簽名，希望搞翻個經濟，唔該你搞撚掂個法治公正，搞撚掂個香港正式自由港，而家乜撚嘢都唔撚使講。好，係咁先。好多謝曬郭博士啊！啊，咁我哋過年之後再見啦，好嘛 ？OK OK， 到期再見，拜拜。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